不平等是地图，清清楚楚帮我们指出赢的方向。跟强的人在一起就往上爬，你要跟弱的人混，就往下掉。别人的死活跟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要跟他走得太近，关我们屁事。我看着他的背影就知道，失败的人。波士顿影展老狐狸，2024年9月28、29会在 Boston AMC Come On， 记得上网去看一下啊！最重要是买票进来看我们的老狐狸。老狐狸很厉害，金马奖第60届的时候，我们得了很多奖 ，including me， 我得了最佳男配角奖。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我是男主角。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波士顿的朋友们去看老狐狸哦，那个，然后你们在有男主角或男配角，再由你们决定。那个，我现在已经60好几岁了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到一个讲英文的国家。First time ever in my life to visit a country where they speak English. See you then.